让你们久等了，我们新提的这个长城的金刚炮，现在第一部的我们命名是轻甲金刚。为什么叫轻甲金刚呢？轻是轻重的轻，甲是装甲的甲。这个车的理念呢，我们开发之初，我告诉我们的研发人员啊，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不实用的东西，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个贵的东西。